Hello，我是 Clyde。今天胜利女神捏机要来抽卡，囤了一段很长时间，终于可以来抽了。先每日免费一次。哼，没有意外，票有40抽，来吧。没有。哦，陶乐斯啊，重复，也是没有。第50周，哦。15，有机会吗？其实我就有想过会不会中长发，哎，之前一直没有，结果这次中了，加倍不是陶乐斯吗？没有。哦，哇，是不是有点不同？不知道。哦，哈哈哈，羊啊！也是没有哇，多少抽了？我没有算。继续。呼呼。当你有资源的时候，反而中不到这样多。Play game， 哎，反而是这个，哎，绿色我就是插这位一个，可以再多50抽，就拼到底了。抽一个的这样难，是这次了吧？哇，来啦耶！哎，怎么又是他的？哎，重复的也会重看的，我以为是没有在看，结果搞笑。这个是了吧？耶、yeah, ，这一次才是。哇，难抽。好了，看回影片前面，总共180抽，差不多是保底的了。不过中到长发也算是赚到了了。今天抽卡先到这里，那朝圣者我目前就剩下更深那一位还没拿到，要换到也没这么容易，可能是半年后的事情了。接下来的资源都要留给尼尔联动了，那大家这一次又抽到怎样呢？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